据日媒报道，日本女星户田惠梨香拒绝与东出昌大合作，认为东出昌大与唐田英里家出轨一事，东出昌大过早复出，而唐田却只能停工做行政行业，所受待遇并不公平。据悉，东出昌大与渡边杏于2015年元旦结婚，至今已有三个孩子。今年1月，东出昌大被曝与杏已经分居，原因是他曾在杏孕期出轨女艺人唐田英里家。此后，东出昌大公开谢罪，夫妇俩共同发布离婚声明。东出昌大也从二人豪宅搬出，至东京短租公寓一个人生活。如今，东出昌大借舞台剧复工，还和户田惠梨香即将合作。而唐田英里家同样是出轨，却遭到日本娱乐圈的差别待遇，因此户田惠梨香表示暂时不想与东出昌大合作，引发网友热议。